这是其中一个账号用来测试申请 AdSense， 因为版主放的网址出了问题，所以在申请过程中不被批准。版主收到这样的一封信，您需要先解决一些问题，然后才能批准您的账户。首先点击蓝色的方格，我的账号，登入 AdSense， 然后进入后会看到红色的通知。画面最下面可以看到有两个选择，这两个选择都行不通，最后选择关闭账户。下一步点击自己的头像，点击管理您的 Google 账户，选择付款和订阅。您会看到和这个画面一样的东西，不同的是它是英文版本。这里点击管理付款方式，点击设置，然后画面拉到最下方，点击关闭付款资料。这里会看到你的地址、户口等信息，拉到最下方，他会问你为何关闭付款账户，一般会选择第二个。再点击继续，这里有说关于结余的详情，有时间可以自己慢慢看。然后点击关闭付款资料，然后会直接收到邮件。它会让你知道付款账户已经关闭。然后会再收到第二封邮件，你的付款账户已经被取消了。